封神笔乃是姜子牙当年斩将封神所用的神器，拥有改朝换代的神力。这枚红宝石乃是世袭，还请公子上楼一叙。做过什么？难道有忘？这西域的迷情香，味道如何呀？他能原谅你吗？啊？谁？究竟犯了什么罪？非杀他不可！传说圣人能够保命到封神等级。你管这玩意儿叫武艺？把命给我！今日我要替天行道，封神笔在我手上，他什么跟我斗？封神笔以气壮志，为天下西关八十七斩仙传。